我来，你看我那个大宝贝哟、哦！哎呀，超哥辛苦一伙啊，我只有给他起南瓜稀饭，等下再给他炒一点腊肉，再炒个片儿，半个小时。我那个海椒啊，长起恁个多。小时候体会不到种菜的快乐，现在年纪比较大了，就晓得个人种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。三个品种的辣椒，起都起不完，啷个整嘛那个？起不完了，根本都起不完了那个。那种细条条还叫可以充皮蛋，长了个高爪子，还想长，还想。你说我把你卖了完，我又舍不得，个人起都起不完，又出来一个了。那种辣椒都适合冲烧椒冲皮蛋。今天我们的南瓜结的第一个。南姐那个嘛。嗯。我都给你煮稀饭了。我抱起走嘛。要得。这班儿来吃班儿，就吃到班儿头走。穿上，你可以穿到你肚儿里头。穿班儿了。你说我的稀饭干的哇、啊？夏天你吃那个青，你不怕饿肚儿啊？不怕。弄点白糖来。那不好意思，我做的洋芋稀饭。姜蒜、盐。夏天啥子菜都没那个好吃。那一半半我都可以一个人吃完。今天没得什么好菜，都是我用我头的家常便饭，我姜蒜、葱炒。吃饭了哦。香气哈，它那经过油煎了过后，它会出那种糖，好像红椒一样，很香。